忏悔法门移开，我们所要做到的就是做到戒定慧。那有了忏悔而生慧，那这个地方我们叫永辉忏悔慧见。我们用见的方式，用这种挥出去的剑法，为什么要这两次呢？就是因为它是有智慧，是有分别智跟平等慧，能够斩断系缚孤妄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就是永辉两次忏悔慧见，斩断系缚孤妄，所有的这些把我们绑在一起的束缚在一起的这些所有的心中的烦恼，完全被我们的慧见能斩断。我今，我们打的是手语的今，我今忏悔，我们打的是手语的忏悔，加上我们的虔诚发愿，所有的这些孤妄被我们破除之后，我们更要发愿，我们要跳脱这三界火宅，三界跳脱三界火宅一点都不难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打的是跳脱火宅不难。那我们更要做到的就是勤修八正圣道。我们打的是手语的修，我们要修正我们的行为，修如何的修法修行呢？就是我们要修的就是八正道，八正圣道，勇猛精进无间的左手的最后一步踏上过去。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真正的要勤修八正圣道，勇猛精进无间的走上这条修行的道路。